兰，依兰，你在干什么？如果你想来江边散散心的话，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可以陪你。或者，如果你不想看到我，可以让雨哲单独陪你来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可是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想你们为我付出那么多。我的腿已经这样了，本来就是个多余的存在，我真的很厌恶这样的自己。佳明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白天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让你和雨哲之间产生了误会，抱歉。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了，每当我看到你和雨哲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很痛。我是答应过你会尝试忘记雨哲，可是我努力了，我真的做不到。算了，就让我自己结束这一切，一了百了。依兰，白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你要想想你的家人，想想你的朋友。佳明，谢谢。能把雨哲托付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托付。依兰，回去吧，不知你父母会担心，我也会很担心的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夹在你和佳敏之间。我原以为我还有追求你的资格，可是现在，我连做个正常人的资格都没有，我只会成为你的负担。那我就成全你们吧，祝你和佳明幸福。佳明，我先送他回医院，然后我再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不放心他。也去医院陪陪他。依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就算是他自己摔倒的，你为什么不能扶住他呢？他的腿不好，可你是好好的呀。我没有怪你，但是依兰已经很难受了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刺激他。现在雨哲的情绪已经被依兰的脚伤所影响，为了雨哲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跟依兰起争执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突然约我来这里啊？佳明，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多想。关于依兰的事情，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事实上，我只是在怪我自己。我指的不是那些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别在冲动的时候做这样的决定，
你知道吗？这对我来说很不公平。我送你回家，先睡一觉。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商量好吗？ 依兰的脚伤都是我造成的，现在的她最需要你的关心。只有你能帮助她走出伤痛的阴霾，我在你身边的出现只会加重她的伤痛。你要知道，同情依兰是一码事，而我们两个之间是另外一码事。 佳明，我不想看到你为了他而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并没有放弃，也许短暂的分离可以换来依兰心中的平静，让她重拾面对人生的信心。我知道这个决定很自私，你能理解我吗？ 你对我很重要，重要到让我离不开你。也许这样对大家多好。简明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可是以兰她过不去，我不想再毁掉她的人生。 在平行的世界里，才没有交集。在茫茫人海里，怎么相遇？爱怎么好聚好散？恨要怎样才圆满？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，爱一心。 So